数据中心网络传输新定义 ，HKD Sky Exchange 为数据中心网络传输订立新标准。与其他服务提供商不同 ，HKD Sky Exchange 直接连接网络节点和数据中心主机，提供高速快捷、稳定可靠的本地及国际数据服务，降低网络时延，让客户尽享 Silver Hop Connectivity 的优势。HKT Sky Exchange 位于将军澳工业园，占地面积30,000多平方英尺。作为 HKT Enterprise Cloud 基地的 HKT Sky Exchange 采用多重先进的安全措施，从网络设备以至程序及数据提供360度的全面保护，获得多项国际认证。各种备用设施包括网络导入、双 UPS 支持以及双循环冷却系统，更可在任何情况下都确保全面的正常服务。 HKT 的 Network Hub 从 HKT Sky Exchange 开始，通过将军澳工业园全面覆盖及急速连接全港，贯通中国大陆乃至世界各地，不受地域限制。 SDNet 为金融证券业客户提供超低时延的数据网络服务，可用率高达99.999%，让机遇尽在掌握之中。Fastnet 为香港本地的大型企业提供低时延光纤网络，让 HKT Sky Exchange 与企业间的数据传输急速运行，畅通无阻。跨境网络服务助客户跨越边界，紧密连接中国内地各主要城市，成就企业通讯中港一体化。国际网络与130多个国家连接，覆盖范围广，提供快捷、稳定、可靠的网络服务。HKT 拥有技术实力雄厚的专业 ICT 团队，为企业客户量身定制各种世界级一站式 ICT 解决方案，包括云平台、云端应用、系统集成和安全管理等服务，摆脱地域束缚，提供急速多元的网络覆盖，为数据中心网络传输进行全新定义。HKT Sky Exchange